为什么宇宙总是黑暗的？今天让我们揭开宇宙的神秘面纱。宇宙的光线大多来自恒星，但这些光源距离我们非常遥远。宇宙虽广阔，但星体间的空隙极大，所以光线无法填满整个宇宙。宇宙膨胀使得光线在到达地球前已经显著减弱。宇宙中的大部分区域是由暗物质和暗能量组成，这些是不发光的。人类的视觉限制也是一个因素，我们无法看到所有类型的光。所以，宇宙的黑暗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，充满了未知与奥秘。